肉全都是金黄金黄的，都得用汤勺挖着吃。如果你们喜欢吃这样的芒果呀，我呀就把它挂到下方小黄车，只要你少吃一顿早餐，就给你发满满一箱还包邮。今天的农民啊太高兴了，你们看种出啊这么好的秘鲁甜瓜，口感呀比蜂蜜还要甜，糖度啊都能达到16个以上。如果你们也喜欢吃，赶紧来我直播。很多人都认为啊这种贝贝南瓜是在树上长的，其实啊在我们这儿满地都是，看一下，而且呀产量还非常的高，个个啊是软糯香甜的，皮厚肉薄。你们在超市里啊买一箱的价格，在我这儿都能买到一个了。喜欢的你也带走一份尝尝吧。茂五柑你们吃过吗？没有吃过的给你们摘一个。茂五柑呢现在马上就罢园了，看给你们打开一个。这种茂五柑呢皮厚肉薄的，汁水娃娃的，关键呢是一个籽都没有少。你在超市买一箱的价格，在我都能买一斤了，特别的便宜。不要钱，就这种木瓜呀真的一分不要你们的，但是只限今天。我先打开你们看看，看到吗？特别的好吃，我一天都能吃100多个。如果你们喜欢吃啊，花个几块买个箱子，我把它装得满满的给你们发过去。朋友们，你们是不是以为像这种茂五柑还可以吃一年？其实呀、啊、也就最后10天左右了，给你们打开一个看看。你看皮厚肉少，一点汁水都没有。如果像这样的茂五柑你们喜欢吃啊，来我直播间。贵了贵了，你们的芒果呀都买贵了。你们看我们这里的芒果漫山遍野都是，比白菜还多。如果你们喜欢吃这样的芒果呀，你来我直播间，满满一大箱，只要10几块，还给你们包邮。老板老板，你家这树上叽叽咕咕结的啥玩意儿啊？这个是我们云南的郁金香甜瓜。郁金香甜瓜，我们那里还在菜园部还没播种呢，这好吃吗？每个都是绵密多汁的，如果你还没有吃过，你快来我直播间。5毛，真的不能再少了。你们看，就这样品质的羊角蜜啊，我一天都能吃100多个。如果你们也喜欢吃啊，咱一箱就赚5毛，果肉都是金黄色的，品质特别的好。到现在都还没有人来收购，你看芒果树急得连叶子都掉光了。如果你们也喜欢吃芒果，来我直播。大家好，看一下我家李子成熟了，可以帮我剪个小二斤吗？像这么好的丑橘啊，今年啊我们自己在网上卖，就挂在下方小黄车，9.9块啊，给你们发满满一大箱，多一分啊我也不要你们的。2-3块怎么可能，最多5毛。就这样的预估甜瓜呀，我打开你们看看，它的果肉呀是沙沙的口感，像冰淇淋一样。就这样的预估甜瓜呀，我每天啊都能吃100多个，根本就停不下来。关键是啊它价格还很实惠，如果你们想吃呀就来我直播间。看一下是不是特别脆，有食欲吗朋友们？这个呀就咱们的2-9号甜瓜，又脆又甜，连皮带籽呀都可以吃。看一下产量特别高，一颗瓜呀都结了这么多。喜欢吃的话来我直播间，价格呀真的很便宜。我来吃一个。还是黄的好吃。你们呀是不是人傻钱多，像这样的芒果在我们产地真的很便宜，你们不买偏要到外面水果店里啊买那种8-9块一斤的。看一下果肉金黄，口感呀软糯香甜，我一天啊都能吃100多个。如果说你们想吃，10几块给你们发一箱还包邮。朋友们，听说这种绿绿的樱桃非常甜，我们今天来尝一下，看一下它究竟有多甜。真的是太甜了。有人说啊它是龙眼，还有人说它是荔枝，其实啊这个就是咱们正宗的网红迷你小南瓜，又肥又面，特别好吃。各位家人晚上好啊，看看这早蟹宝。其实早蟹宝如果说是细心点管的话应该是很不错的，这串葡萄几乎又没裂果，而且从上次发现裂果了再也就没裂，我也没怎么管它。像这葡萄颗粒的话也能达到13到15克，15克左右吧。然后这个柿形啊口感这方面都不错，
还没熟透呢，里面还是红的呢。嗯，有香气的，有香气的。朋友们，现在呢是咱们家白苹果大量上市的时候了。这是我们家呀，今年第一次卖这个白苹果，我们这边是产地直发，坏果还给大家包赔。如果大家也喜欢吃这样的苹果呀，我就挂下方小黄车，只挂几块钱一斤，坏果还给大家包赔。哥哥姐姐，很多人呢以为这个是桂圆，其实呀这个是龙眼。听说这种龙眼在你们那边呀十几二十多一斤，那真的是太贵了吧。像我们自己家种的呀，我就挂下方小黄车，便宜点卖给你们。种地的时候呀盼丰收，丰收之后又发愁，芒果成熟了好一点的也就三四块，差一点的一块多都不好卖。点头像看我直播，十多块。嗯，哇，还是水分。你们呀，就别再买那七毛毛一斤的橘子了。咱们的茂谷柑，皮薄水分多，关键是今年价格还不贵。看一下，我要跟你姐，像这种柑橘，我一天能吃一百多个，我怕你不信。我一打开啊，你就明白了。你呀，要你吃，你比我还能吃呢。一天至少吃200个。好多粉丝说我们家的凤梨啊，一个一两斤那么大的话呢，一顿吃不完。我这次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的凤梨宝宝果，来大家看一下，个头的话呢就比较迷你啊，就是一个拳头这么大，里面的果肉啊还是一样的，非常的金黄，这个眼目啊非常的浅，直接给大家试一下，个头不大，但是汁水超级的多，果味还是一样非常的浓。老铁们你们好，这是来到老铁家，他这做的是国光阳光完美套餐的这个时期，这块葡萄做的是非常完美啊。我们看一下啊，这老铁做的呢，这个给耽误了啊，这个做的有点晚了，这个不行啊。这个时期还是可以的啊，这个也有点晚，最好是少找一点。看它都出现大小粒了。